欢迎收睇石 Sir 手机，石 Sir 啊，系，我觉得咧港股咧人咧好难估啊，即系，嗯，脱欧之后啊，大家咦好似冇事咁啊，上翻21,100，嗯，跟大家谂，咦得啦呢次，嗯，跟住又话，哎呀又好似脱欧嗰啲又有啲冲击，跟住而家又落翻嚟，寻日去到2,300呢个位，嗯，即系到底应该发上定发落？嗱，我记得石 Sir 之前讲过啦，即系可能六月咧就会见底嘅，嗯，而家呢个说法仲系点咧？成立噶，哦，见咗底啦。唔係，哦，未見底。六月咧係第一個見底。嗱，我之後之前都曾經講過，如果唔好彩嘅話咧，我就要捱到7月、8月嘅。哦，係，係，係嘛？係曾經咁講過嘅。咁因為我哋講是講六月見底咧，就未有脱歐呢樣嘢嘅。嗯。依家呢個講六月見底係2015年4月。都未知咩嗰陣時，嗰陣時完全未有脱歐噶嘛，一月脱歐嘅時係咁樣，唔知2月到先話，依係有呢個咁樣嘢啫嘛。咁嗰陣時講就話，即係2014年，即係2015年嘅時候，4月嗰陣時講就話，要碌碌碌碌到2016，咁樣噶嘛。咁所以呢個基本上只係即係咁依，即係賣好乖，2016碌咁樣嘛，碌碌碌咁樣啫嘛。咁所以你基本咧要睇住個即呢一樣嘢嗱，理論上咧去到六月度咧。是真真正正咧，我哋由2015年4月一路落到嚟之後咧，總共大概係有個即係都知道咧，有成差唔多11、12個月噶啦，係13個月度。咁依個一般嘅喺恆指嘅一個所謂調整嘅周期嚟講咧，係13個月到至17個月度，嗱，即係13月至17個月啦。係。咁你話哇，點解咁13月至十七個月？咁中間有4個月點啊？係好簡單啦。死嗰陣時啊，就係死咯，都牽蝦噶嘛，可以係喺個牀度舔舔下都唔死住噶嘛，係唔係？閻羅王都未曾派嗰只嘢亮上嚟，哦係，係咪派嗰兩隻你嘢上嚟先？去到時即係三更死時仲可以喂等等啊咁樣，嚟個回光返照先，唔係一嗌下噶嘛？閻羅王都即係閻羅要三更死，不能留人到五更。中間冇講話唔可以留到你4更啊，係咪啊？嘿，呢啲咁樣嘢，係咁我哋呢啲咁嘅即係死拗嘅嘢，梗係咁拗拗噶嘛。閻羅話好似3更唔留到5更啫嘛，咁4更半得唔得啊？係喎，啊，係咪啊？係咁嘅啦。咁特別係好似係啲股市嘅時鐘，你有好多嘅係突發性因素等等諸如此類嘅，同埋我哋要知道。脱歐呢個問題嘅話咧，大家會知道好早知道有呢樣嘢，就以為佢脱唔成嘅，係好多嘢係脱唔成。咁即係突然一脱咗之後咧，就好多嘢嘅世界變咗嘅。哦，嗯，變到咧可以講有幾樣嘢。等陣我哋如果真係再講講嘅話，大家好清楚之後會明白到一點，點解會係變咗？嗯，係。咁跟住嘅後續嘅影響咧，就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咁容易估到，因為你等好多樣嘢要明朗化、清楚化之後先。嗯，係，係咪啊？咁所以咪就係咁樣咯。咁嘅港股容唔容易睇咧？嗯，唔難睇嘅港股。係，可以點睇咧？咦 ，very easy， easy 嘅啫。係，你睇張圖。好啊。嗱，首先一定要睇就睇呢一日。係。呢一日來回咧。港股咧係差唔多成1,000多點㗎，係咩啊？咁呢度咧就曾經就係穿頭破曬腳，嗯，嗱，其實嗰個嘢就好簡單嘅，你呢度穿頭上去，繼續穿上去，咁咪升咯，嗯，破落嚟，你咪呢個係跌落嚟咯，哦，嗱，咁你又話，咁我點知呢個穿咗頭之後穿唔穿得定穿唔穿幾多？咁又好簡單嘅啫嘛，呢位最高位係幾多啊？呢個最高位就係2,259啊嘛，唔係對唔住，最高係21,034啊嘛，21,000咯，21,034啦。呢個時鐘最高係幾多啊？21,166啊嘛。嗱，問題在於一樣嘢，穿咗啊？佢穿咗喎，係咯。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咁樣上去咧，咁樣樣，冇錯係，佢穿咗，咁我哋想請問一點，穿咗你要企穩先啦。哦，係，你要企穩先啦。咩叫啊？你企穩3日啊嘛，啲技術指標係咁講噶嘛。
企穩三日啊嘛。咁即係如果你企穩三日嘅時候，係咪都一定得咧？咁樣又唔一定嘅喎。哦，點解唔係一定得嘅事咯？因為呢個世界有陣時，哇！你係三日就可以企穩就可以買啊？嗯，你咪好好發達。睇係咁睇啊嘛，係咪啊？係啱啊！咁你而家你揾得到嘅時鐘，睇係咁睇時鐘。人人話企穩三日就可以當係突破，嗯，咁你認為啲大户反你嗰啲，第四日先喐你咯，係嘛？會唔會真係同你跟足三日咧？哦，錢或者個權喺佢嘅手定喺你嘅手？係，係咪啊？嗯，所以若然係咁嘅話，你應該要睇一樣嘢，哇！三日，咁你好簡單，你會睇睇一樣嘢。在這點他突然回來，嗯，這天你已經第一件事立刻就要想我要走貨，哦，你不用想的，是一定要走貨，因為你這天突穿了你又不走嘛，嗯，你到第三天第四天上去先，啊，如果你這天走的話就不用捱這一天咯，是是吧，嗯，是這麼簡單，是這麼簡單的，嗯，因為為什麼，因為這個世界，東西是變化快，是啲嘢唔喺我哋度，咁所以你而家呢度點啊？咁呢度我唔使理佢，買唔買嘢住？唔買咯。哦。啊，沽唔沽嘢住啊？留意諗諗咯。哦。再跌穿呢度嘅，你沽唔沽啊？呢，嗯，個底跌穿呢個底就係2023。嗯。跌穿2023之後，你就點你都望望佢落嚟呢度噶啦嘛。係。望佢落呢度就好似1998噶啦嘛。嗯。跌穿埋1.98嘅話，咁你要睇睇佢會唔會跌穿埋呢個底噶啦嘛？1.96嗰啲係嘛？呢個底1.96啊嘛，跌穿1.96嘅時候，冧都唔使冧啦。就2月低位嘅咯，100几嘅咯。係咪啊？嗯。冧你都唔使冧啦。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喺呢點成日我想講2.05咯。嗯。我成日都講2.05，點解2.05入摸呢個中軸啊嘛？係。啊！呢保利加通道中軸，咁而家保利加通道點樣做咧？保利加通道，哇！是人是鬼你看到他一樣東西，這條線怎樣啊，嗯，向下鋸下去，那你說不是這裡都是這樣向上鋸上去的，是，那當然啦，這個世界都幾少有一樣東西，這裡都是向下鋸下去，這裡向上鋸上去，嗯，如果當這個一落的話，嗯，這個上的話，你以為你是買上還是買下呢？嗯，是因為凡是跌的話一定是上面是一定蓋你先，嗯，下面也要撐不住就下咯，好像這裡這樣一轉到之後這裡又下這裡又下，啊，嗯，那就可以好好想想了，是是不是已經見底了，嗯，那當然呢到這裡你說，啊，這裡上這裡還在下著，啊，那，嗯，大家看看回這個的是兩粒這個紅點，啊，我即係俾大家睇，啊，大家睇住呢度，嗱呢度一路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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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嗰兩點紅點啊，你唔好睇住隻手啊，係，啊去到呢度，啊咁嘅時之中咧，下面上啦，嗱你下面上咧，你就開始你嗰啲咁嘅空倉咧，就要平咯，嗯，係，啊，咁而家呢度就係咁啊，喺一個交界點啊嘛，凡係一個反轉點咧，幾時嘅市都難炒噶嘛，嗯。咁如果你話市難炒，唔好炒住咯。係，啊，嗯，就係咁啊。哦，等明朗化先。係，如果你認為你睇得掂嘅，咪炒咯。嗯，睇唔掂嘅，梗係啦嘛。投資嗰樣嘢有懷疑便退出，哦，永遠都係好硬。嗯，好啊，你睇埋國企指數啦，又係咁咯，呢兩度區上區落咯。嗯，上證指數啦，哇，人哋上喎，區上喎。係。係嘛？咁而家呢度仲係咁喎，嗱，咁你睇睇啦，幾時呢度會一轉轉翻上去？嗱，呢個要轉翻上去，其中有一樣嘢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大陽燭上升先得嘅。嗯，係。仲係陰陰地唔得嘅，好似而家呢度呢度嘛，咁呢度咁少少地，嗱呢度咁啊，係有一隻大陽燭咁啊，鋸咁啊上去啦。嗯。咁即係上咗去之後，啊死火，好快就又唔見啦。係。啊，咁呢個即係到時就睇啦呢樣嘢。好啊。咁啊，深證指數又係咁，包中繼續萬八呢啲喐嚟喐去，繼續喺呢個萬八喐嚟喐去啦，係嘛？嗯。咁啊，包中都未去翻呢個咩啦，去翻之前嘅位。咁啊，日經指數
繼續喺低位徘徊啦。咁美匯指數嗱，無論你講英鎊點衰點衰，係其他貨幣點差點差，嗯，你美金好叻咩？係係咪啊？咁即是話你點咧？美元好似而家好強，真係要考慮有一樣嘢係可以一個強弩之末。大家話佢又唔加息嘛？係咪啊？強弩之末。咁強弩之末點樣咧？我唔知啦。哦。咁美元對日元，嚇、啊我話你啦，落嚟啦。係。冚。嗯。嗱，大家就覺得唔係啊，日元好似喺呢度嘅時鐘未去到曾經見過高低位，呢、這個低位就係99.02啊嘛，唔係最低位99.02。No。No， 係你一定要睇呢個 absolute 低位，即係而家呢個位咧，呢個係收市嘅低位。如果今日嚟到咁咧，就以收市價計，最低係最低近期，咁暫時今日咧仲係到100.98，係如果今日去到100.98嘅話，咁你會睇到如果今日嚇喺100.98或者之下收嘅，你再下一步諗，佢哋應該都會喺呢度嗱上面呢個位咧。呢、这個位置，你上面呢個高位呢一度，咁大致上就喺103-102度，差唔多啦。咁103-102咩？就呢度呢啲嘅係呢啲咁嘅腳，係壓住佢喺度，踩住佢喺度，冇法子噶啦。呢、这個咁自然就會踩住個蘿蔔頭，係啊，咁好似即係醃菜咁，越踩就越佢落去。咁你話我喺咩位咧？咁我一路都講。日yen係會去到係好快就見到100，咁都見到啦，見到啦，算啦。因為首先我睇105之後，將會就好快就見到100。咁100之後咧，咁就再跟住點咧？咁啊可能會反彈下咬。咁我自己個人都係睇去到2020度咧，或者之後咧，日yen咧係有機會去到58嘅。係。58即係咩啫？即係呢度咯。落嚟個mon下面啦，即係總之個mon下面啦。咁你會話點解會去到58呢咁多咧？咁其實我咪就問呢個問題咯。喂，點解日元已經行負利率？點解日元仲升嘅？係就係都係同翻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用錯個字，叫日元叫做避險貨幣。唔係咯。日元是叫做是藍燈籠貨幣、死人貨幣，是當世界全世界立立亂的時候，即死的人多啦，是好有輸得多，日yen就升的了，他就掛藍燈籠，是不是，即你出面死人了，如果炒友死了呢，就我們拍掌的，是不是，何時炒友死了呢，即好像即這個索羅斯在香港1998年的時候死了，是被人打掛了嘛，那時候270多條鱷死了嘛，鱷絲片的東西，我們拍手吧，香港人我們就突然間升回上去，是不是，那為什麼呢，就是法日元呢，其實由於它已經用很多很多十年，它由1989年開始是印日yen出來，1989年印到而家，系有啲人啊唔覺意啊，佢印嘅日日即係嗰個日yen嘅年份啊大過你啊，系係嘛？如果1990後出世嗰啲啊，人哋日yen印嘅年份大過你啊，凍埋嗰粒日yen啊，梗係即係高過你重過你啊，系咁你當你有咁多日yen喺度之後收，咁你啲錢出咗去之後，你點收翻翻嚟啊？是錢收回來有兩件事而已，第一加息收回來，第二日本央行買回這些 yen 回來，是吧，那如果不是的話，那這些 yen 就成為了我叫做的賤過溪錢，賤過溪錢，為什麼呢，溪錢還有鬼洗啊，是真係去到一個嘢，同你講係冇鬼用嘅。真係冇鬼用啦。冇鬼用係咩嘢咧？
冇鬼用去炒嘢。嗯，即我唔再用 yen 做 carry trade。系。咁我系咪将啲 yen 俾翻你啊？系。俾翻你咪攞翻屋企咯。嗯。咁一冇鬼用嘅话，冚烂啲 yen 攞翻翻嚟俾佢阎罗王。咁即是嗰个日本央行啦，日本呢个国家啦。咁你会变得做啲 yen 咪冚烂翻翻晒？其实呢个现象系好简单。是每年的是三月份、嗯、以前每年三月份，因為日yen日本的結算是三月三十一號，由三月到開始就啲yen回流，咁後來咧太多了，由三月開始回流都回流不切，咁開始就去到二月份做，二、嗯、月份後來都唔掂嘅，就一月份開始，你睇翻啲圖啊，你睇翻呢幾十年的圖啊，越嚟越早嘛，越嚟越早，因為太多yen要翻翻去。嗯，排隊運輸你都要的啦，撤走咁咁啊，鄧扣一刻之翼咁樣撤翻嚟，所以你凡係冇到一月嘅時鐘 ，yen 都開始慢慢嘅強啦。嗯，係。而家我唔知道幾時可能去到十月開始就強。嗯，因為太多嘛。係。跟住到十一月啦，咁跟住點咧？就係嚇由四月三十號開始。就開始強了、哦、一個月貨仔嘛，只有一個月貨。喂，咁嘅時候 yen 你仲唔去翻五啊八？係，係咪？咁呢個其實就好簡單，呢、這個唔係一個嘅係避險貨幣。嗯。所以好多人有啲朋友話：我去嗰度買日本嘅物業平喎。係啊。係咪啊？第四時我收啲租嘅時鐘咧，我有一定穩定嘅息口喎。因為日本人都唔買物業嘅，佢、嗯、租屋嘅。咁蠢嘅，嗯，系啊，啱啊，系嘅，系，吓 ，yen 系一路强落去，嗯，强落去嘅话冇问题噶，咁你到时之中你咪睇下你点样运翻啲 yen 出嚟咯，哦，系嘛，嗯，你 yen 运翻出嚟几好噶，系，几好噶，哇，咁嗰时到时之中咧就即系啊。以前是100 yen 才換1元美金，現在50 yen 已經換到1元美金了、嗯、你不好了，其實都不止 yen， 即是近來一些金銀、啊、英鎊、啊、都動來動去發來發去，沒有問題的、哦、很簡單的，是有一件事，這個世界只有避險嘛，這些就是避險、啊、這些就是避險、嗯啊、哪些是危險的就走咯，是哪些是安全的就去咯、嗯、那現在 yen 就是這樣嘛，就是因為我出面冇嘢炒，我就翻嚟啊嘛。係，係嘛，就係咁咯。嗯，咁即係你知脱歐嗰啲未搞掂，頭先講嗰啲避險嗰啲，係咪會繼續喐嚟喐去咧？會㗎，係會㗎，係。但係啲人之前又話：，啲金價應該都到頂㗎啦，又成咁樣。而家係咪唔係呢支國際啦、嗯？我一路都講有一樣嘢，我好早好早寫一篇文，係就喺兩三年寫一篇文。按照現在咁嘅 QE 速度咧，嚇、啊，同、嗯、埋假設你第時真係要好收翻啲錢嘅話，好想收翻啲錢，或者你收唔到啲錢嘅話咧、嗯，金咧係8000蚊一盎司嘅，8000蚊美元一盎司，係唔係港紙嚇？嗯，8000美元一盎司，先、嗯、至可以等同而家我哋出咗咁多 QE 嘅貨幣，係，即係如果只要我哋對。對貨幣一失信心就會咁噶。咁你話幾時可以對貨幣失信心？即我想問你，你幾時覺得你坐張凳幾時會冧落去咧？嗱、嗯，我想請問，係張凳會唔會有一日只腳係會冧咗落去啊？梗有機會，不過梗有機會㗎。我坐得就預咗唔冧㗎啦，係嘛？哦，係啊，你坐咗就預咗唔冧，你揸住英鎊夠以為佢唔會跌到落去31年低位咯。跌俾你睇 ，CB 你睇，系咪啊？系啲好簡單嘅啫、嗯，即系喺現在嘅金融市場，我都話去到2017年到，即系成我都成講2017，成我都成講2017，一定有啲嘢都好 work 嘅，就算冇退歐呢個問題都好，嗯、因為你搞咗咁多個銀紙出嚟，而你唔處理佢嘅話，咁我即時話俾你知，全世界所有嘅監獄。是將啲惡人都放曬出嚟，嗯，
你認為個世界會點？係亂到七彩啦！唔係好亂嘅啫，好人好者嘅，咪個個翻屋企咯。是你不會出街的、嗯、所以沒有亂的、哦、沒事啦，即我們可以有另一個想法的嘛，外面不太平就回家咯、嗯、不怕你爆進來啊，那很簡單而已，你看看墨西哥、啊、哥倫比亞等等那裡的，因為毒販很多人毒囂周到，就會怎樣呢，就是你那些鐵枝呢再不是以為困住壞人，在鐵枝以為困住自己，是咪？嗯，咁嗰時咧，當啲壞人唔坐監咯，咁咪你自己坐監咯。係喎，係咁嘅。喂，呢、這個唔係係喎，喺哥倫比亞同埋墨西哥嗰啲好人好者咧，如果周到村都係壞人啊，佢哋真係咁嘅喎。係，就算你嗰度嘅華人，當佢經營嗰啲咁嘅嘅係依個日常嗰啲所謂 daily necessity store， 即係日常用品，佢。鐵絲網啊嘛，揾個鐵絲網，然之後揾個窗口仔伸俾你嘅啫，你冇得入去自己揀嘢噶嘛。嗯，係，係咪啊？係咁噶嘛，呢度遞錢，嗰度先遞個貨俾你噶嘛。嗯，係，冇法噶。呢度點解咧？係人會變通嘅。嗯，係，就係咁咯。哦，咁不如睇下啲走勢，好啊、未來仲會係點先啊嘛，石石。好。如果你要看的話，第一啦，脫歐的衝擊，英倫銀行取消英國銀行的緩衝資本要求，放水1.5萬億，第二樣三間英國房地產基金停止客戶贖回，咁呢個你琴日嘅資料啦，今朝早嘅六間啦，英鎊跌3年嘅低位，我諗未跌完啦。意大利總理而家10月舉行修憲公投咧，改革係咪有咁嘅公投？係咯，你咁叻你就走啊，係咪？意大利的金融壞賬達到 18.1%， 說你走完沒有 歐元頂住你的話，那你就立刻破產咯、嗯、還怎樣窮親戚要不要罷啦，還會排亂的樣子吧，是啊，那講完咯，是不是、那你在英國三個房地產基金停止贖回之後可以嗎，在這點裡面，在英國央行除了這樣之外做什麼，還有一件事很厲害、是就是不需要英倫銀行方那些英國的銀行方面呢是會要有這樣的資本的需求，就是你是可以完全所謂以前的安全線、嗯、沒有了，不需要安全線，即是爸爸媽媽教的時候教女啊，孤男寡女啊，不要獨處一室啊，女方必有損失啊，現在直情就說爸爸媽媽說是但啦，你出去啦、嗯，我估唔到啦，咁樣。係。咁啊，一個聖誕節翻嚟之後，咪做阿爺啊，做個外公咯。哦。係。係咪啊？嗯。就咁樣啦。咁你冇法噶，當你突然之間嘅時鐘，你會將所有監管銀行嘅嘢鬆曬佢。係。鬆曬。嗯。咁會出現咩咧？以前好多監管嘅嘢就叫你唔好食白粉啊，唔好食乜，唔好食乜。嗯。唔緊要啦，食啦。不吃住頂不住，你沒有精神啊，不夠這個什麼，不夠這個去應付，那就這樣。在這裡的時鐘，三個英國房地產基金停止運作等等這件事，如果遲一點，有5、6、7、8、9、10個，你將會產生什麼？你認為銀行方面的投資將會怎樣？銀行方面會不會對這些房地產他們的貸款將會怎樣、當一出現的時候，人們認為會有擠提的話，你不要說英國不會有擠提，希臘佬已經擠提過了，是是不是、人家的 Greek X 嘛，你現在 Brick X X 親你就當然要擠提的了、你未出現擠提、是我都未叫到你過了去，為什麼擠提是一個是當地人民對於銀行體系的信心，因為我們外面外面的人好話不好聽，你有多少英鎊啊，估啊，你炒友來的嘛，是即是當地英國人可以拿多少英鎊，全部都是啦，他全部拿真的英鎊的嘛，是是不是，當他說我不要英鎊或者什麼我不信你銀行，我要拿回來的話、
銀行是不是立即不夠錢啊？是。銀行不夠錢，英倫銀將我怎樣做？要印銀紙咯。嗯。因為他已經告訴你，你的資本監管我不理你了嘛，開始。是。那開始就印銀紙咯。你在印銀紙的話，我想請問，英鎊是不是在 1.28 了？嗯。那麼高啊。再要低了是吧？是吗？嗯，很簡單。是。所以我說英鎊已經是一個沒落。嗯，是。大英帝國已經沒落了，那很多朋友都不會相信。那我不相信，就給一張，今天我出了一張英鎊，即是很久的圖給你看，是吧？其實這張圖呢，大家估不到我是什麼時候已經說這件事。是。我是出第一本書，是講係即係投資喺經濟部出，即係投資者需要知嘅基本嘢嘅話，其中一樣嘢就講貨幣，係就係英鎊最高時咧，當然我未攞到去即係200多年啦，只攞100年咧，最高時咧係一個英鎊對$6嘅，嗯，係到後來嘅時鐘，當我寫呢本書應該1990年度嗰時，英鎊嘅幣值已經唔見咗90%，嗯，90.5%好似係。90.5%可以再跌落去嘅，系咪啊？系我1990年寫嘅啫嘛，1990幾年寫嘅啫嘛。嗯，現在先呢個係2016年，所以未係去31年啦。所以嗰陣時已經睇到英鎊嗰個即係最低嗰個位噶啦，所以先計出去見咗唔見咗90.5%啊嘛。咁好簡單嘅，唔見到九成九都唔見。嗯，係。咁你認為咁即係咩嘢啊？咪仙股咯，哦，香港仙股你唔見得佢唔見咗99%咩？係，見慣啦我哋。嗯，不過大家唔接受一樣嘢啊，好似係英鎊突然之間會變仙股，係啊，爆仔，哦，你見過咩？係，所以呢個世界 ，nothing is impossible 喺金融世界入邊。嗯，因為點解？人是奸，是當你有某些事做得不好的話，你會見慣。嗯，即情況一樣嘢，我哋兩個今天仲可以喺度傾下講下。假設我哋暴飲暴食，係日日都係龍蝦做早餐。嗯，我哋喺度唔傾得好耐嘅。過去去醫院傾係咪？嚇，唔係醫院傾。哦。落去下面開台，係咪啊？咁呢樣嘢，因為你唔控制好多樣嘢，一過一落係冇得傾。嗯，係，係嘛？好啊，再其次啦，再睇下仲有咩衝擊喎？咁啊，金價走勢咁咪升咗上嚟咯，係嘛？嗱，升穿咗135咧，136咧，後面仲有排升嘅。哇！啊，銀價一雙上得嚟，咁銀係有工業用途啊嘛，升住上。油價喺呢度平咗，點解油價平？喂，你認為你嗰個金融，你認為整個經濟會好咩？嗯，唔好住噶啦。係。你唔好住咯，咁係咪就會有樣嘢？上用油啦。係用油會少咗咧。嗯，係。係嘛？再跟住英鎊走勢，哇！你話俾我知，呢啲點叫做係可以係咩啫？一個裂口啊！是在這裡，這個裂口啊，136這裡有這個裂口啊，你跟我補回它先啊。哦，是喔。不要當這個不是裂口啊。嗯。這個裂口來的。是。這個裂口這麼厲害，補回它先啊。嗯。那128，哇，一次啦。這些東西你起碼你有幾個棍落啊？一個浪，兩個浪，你有第三個浪是不是啊？哇，是。這個你有三個浪的話，就當你叫好嘢啦，叫做 ABC 浪咯。哦，喂，如果呢個下降嘅走勢係成一個趨勢嘅話，係應該5個浪啊嘛。嗯，你點數啊？呢度有幾多浪啊？係當你1個浪、2個浪、3個浪、4個浪，喂，大佬你仲有第5個浪落嚟啊嘛？128唔穿點得咧？係。當然你話俾佢知啊，唔穿，因為點解失敗五浪形態啊嘛，啊得呢個又得嘅，我接受嘅。係啊，你失敗咗先啦。嗯。其中失敗一樣嘢點？你冚翻上嚟呢個位先啦，係咪？
你冚翻上嚟之後，你話得唔得啊？喂，我用咗個數浪方式，就係呢個叫一浪，呢個二浪嘅 A， 二浪嘅 B，二浪嘅 C 反彈嚟到呢度補翻呢一三五，咁呢個都唔係整個呢個跌幅嘅大概係0.382咯。咁跟住之後呢個完咗，呢個思想或者完咗二浪，二浪你死啦，係，跟住係三浪。三浪按照即係個定義，一定唔係最短嘅浪嘅話，有排跌，係咪啊？咁你就會係有一棍應該咁長，哦，係咪？係，即係就會由呢個係150去到去132呢位咯，唔見2000點咯。無論你邊度墮落嚟唔見2000點嘅話，你係咪見一咧？所以點解有啲人話？哦，英鎊會同美金見一啦。係。按照咁數浪，大致上，咪咁上下咯。所以你話完美，有排啦，都未正式脫歐，係咪啊？係。好啦，再跟住日yen走勢，正話講咗啦。係。係嘛？再跟住美國十年嘅國際利息走勢，咁國際利息走勢，我好早已經講話佢係會去到咩咧？一，我去一嘅，系，或者去到 negative， 唔奇噶，點解？當你如果英鎊，嗱，你只係好簡單睇，英鎊如果真係去一嘅話，系，即係仲有20% 跌喎，而家你即係1.28啫嘛，系，係咪啊？差唔多仲有即係20% 至30% 跌喎，咁。點解啲啲嘢唔係走曬去美國十年國債咧？因為英國十年國債已經負息啦，咁德國又負息啦，意大利又負息啦，哇！而家所有歐洲8個國家都負息啊。咁你再跟住你走過去時鐘，佢會唔會走去人民幣啊？唔會啦，佢驚你人民幣會一路跌啊嘛，咁人都覺得啊美金一定唔會跌啦，咁樣走去嗰樣嘢。嗱，美金一路走去唔會跌，嗱得嘅係得嘅，完全去嘅，因為到時我仲可以有到一利息啊嘛。哇，十年嘅債你投資收，譬如去到即係唔好多啊，去到即係話就呢個圖呢度0.8利息。十年才可以有到零點，每年都0.8利息的話，都不夠一厘的話，而通脹，通脹啊，是，全世界通脹都在1% 至2% 之間，那還有什麼意義去揸銀紙呢？是，唯一一樣東西，就揸罐頭咯，起碼可以吃，是不是？是，那在這樣裡面之中，那我就說，在這個情況之下，你用的世界要點？係，即係可能到時真係個個揸金嘅咯，真係。係噶。係。係會有呢樣嘢㗎。咁即係，咦？金你睇到可能好耐先8000啫，短期啲咧。短期。都係短期，冇人1400啦，好易啫。係。而家你啲1367咯。咁1400都係只30幾蚊金啫，一日就到啦。係喎。是不是啊？再跟住遲少咁1400之後，咪睇1600咯。1600咪睇1800咯。1800就睇2200咯。2200嘅時鐘就睇3000咯。嗱，你會睇到嗰個 gap 咧一路升上。係。到時啲人係咁估咯。咁即係啲匯啊，啲商品價咁亂咧，其實對股又會點咧？股啊？真係有得估啊！有得估你冇得估啊？好難估。係。咁你一定會睇翻就啊啲人咧，仲會有邊啲嘢係必要嘅咧物品咧？係。最慘有一樣嘢冇叫番薯股咯。哦。有番薯嘅話，到時啲米都食唔起，咪食番薯咯。係。係嘛？咁樣樣。嚇。哦。係呢樣嘢。咁你會揾得到有一樣嘢，咁樣你話係咪真係好恐怖啊？是啊，而家問題就係央行出手未啊？講住先啦。講住都未出手啊嘛。係。點解佢唔出手啊？因為已經太多錢啦。唔敢出手咯。
好似日本央行咁樣，出完手選手咯。嗯，哦。咦？你話依個負利率嘛，以為日yen可以弱啊嘛。嗯。哇！個強到幾多啊？哦。係。咁喺情況中唔敢出聲，因為你一出完手之後咧，你諗啦，哇！你冇料到喎，解決不了問題喎。係。哦。咁一係再出，一係又冇計再出咁嘅啫喎。金轉金轉會唔會出先？金轉，照現在而家未到出。現在唯一出手嘅就成日打電話。根據路透社講，係每六個鐘頭打一次電話，叫啲銀行啊打翻嚟啊。哦，你個資金情況點啊？有冇擠提嘅情況出現？嗯，係。其實就驚緊擠提啫嘛。嗯，即係如果冇事就唔喐手噶咯喎。啊所以而家唯一一樣嘢要做嘅話，你要睇到一樣嘢點咧，就係啊點解會六個鐘頭會打一次咧？銀行開門八粒鐘嘅啫嘛。哦，係。係咪啊？嗯。臨到拉尾打電話，喂有冇事啊？仲有中間有個突發事件要打嚟噶嘛？係。嗯。係咪即係日日 check 住你夠唔夠錢使啊？支出有冇嚟擠提啊？有人擠提嘅點樣俾錢你啊？嗯。咁咪做咯。係。咁之但係有個問題嘅，因為如果啲人再今次擠提，佢係直接攞走嗰張紙嘅，嗯，譬如英鎊咁，佢就攞英鎊，係印到咁多英鎊印得切咩？點解啲銀行又落閘唔開住咁咯？係啦，咁又有，咁啊，當我就會到時咧限制住你，係。每日提款嘅數目一去到咁咧，你更加會恐慌。嗯，甚至乎銀行咧係縮短咗嗰個攞錢嘅時間。俄羅斯銀行做過㗎啦，喺舊年，希臘銀行幾年前做過啦。係。咁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話咧，你太後生唔知道嘅話咧，哦。我話俾你知，香港都做過。我真係唔知道啦。1968年，嗯，係先就有恒生擠提。咁當然咧，之前仲係一個廖創興嘅。係廖創興擠提，咁於是咧就渣打同匯豐咧就話救佢。哦，咁啊食咗佢喺旺角塊地。嗯，就係咁啦。係趁你病攞你命。嗯。食咗佢塊地，咁就喺當時嘅地咧，就喺應該如果冇記錯，應該係一定喺彌敦道嘅。彌敦道唔知同豉油街定山東街交界嗰塊地。哇！嗯，就食咗佢啦。係，因為你到時都梗係冇啦嘛。嗯。咁啊，再其次之後，跟住到咧就恒生擠提。嗯。恒生擠提嘅時鐘咧，好奇怪嘅喎，原因就話。恒生收外圍，當時的原因啊，被人一爆煲，嗯，爆咗冷馬，賠唔起，當時係咁講啊，係，所以咧有人擠提啦，嗯，哇，呢個你睇睇，分明你作噶啦，嗯，恒生擠提之後根本又救唔到，咁於是點？匯豐，匯豐係要你51%，嗯，食埋啦，食埋佢，嗯。咁跟住到匯豐擠提啦，哎呀，最大噶咯喎，係點救咧？嗯，好簡單，係行政命令點咧？每人每日只準匯豐攞100蚊，哇！係，嗯，你要排隊嘅話咧，係排一日24小時，你先至再攞到100啊嘛，嗯，跟住就話。改法例，系三讀即通過。嗯，你而家你睇睇，如果立法會議員夠膽喺度依個阻阻截截啊啦，又拉布啊啦，兩下拉咗你打靶，即刻就話點樣咧？就是、我喺英國度運4箱銀紙過嚟，係英鎊嘅。嗯，港紙唔夠啦，我用英鎊俾你。喂，係有4箱。嗯，咁4個木箱就揾人荷槍實彈咁喺張機場度影啊！你個箱有幾大啊？
個人咁高啫嘛，高少少。我温心就得啦。係嘛？佢又冇打開俾你睇喎。嗯。揸住支槍喺度。係。咁啊，跟住之後咧，咁就係呢個咩啦？哦。去到咧就係、是、嚇、啊，等。跟住匯豐就話：嗱，今次改咗啦，通宵營業。係。銀行未試過通宵營業啊。嗯。可以攞錢。嗯，不過每人只能攞100蚊。嗯，係。咁你估第一日去有幾人排隊啦？嚇，冇啦嘛，日頭攞咪得咯，使乜夜晚摸啊？啱啦。係。日頭又攞咗。嗯。人就一排排排，然之後每人100蚊。係。嚇，英鎊未出過。嗯。英鎊未出過。係。未見過。跟住夜晚就喺嗰度咁樣。嚇、啊！匯豐嘅大堂嗰度，咁喺嗰度咧就即係夜晚，即係五點零鐘之後啲人散曬到七點、八點、九點、十點都冇人啦。嗯，唔搞掂啦，影張相話，誒冇事啦，冇人啦。跟住咧兩三日之後，咁啊冇咗。你問我點解會咁記得清楚？有品牌啊？嚇、啊！有品牌啊？唔係，係當時我老豆咧就係匯豐嘅員工，哦、我係住匯豐宿舍。係。啊嗯咁啊，到到依個夜晚六點零七點鐘，我就走入去匯豐咧，行緊大堂。我冇户口嘅嗰陣時，嗯，啊，走入去之後睇睇，哦，喺入邊我踢波添，犀利，係嗰陣時旺角間匯豐總行，嗯，係咁啊。而家即係而家匯旺角匯豐總行嘅對面，嗯，嗰間先係，係就咁樣啦。所以你話得唔得咧？咪咁解決問題咯。嗯，呢個係咪依個咩經濟學嘅法則啊？不時咯，嗯，變通噶嘛，咪係咯，所以你一定要咁樣，人最緊要係一個係，你認為安心，咁問題就係嗰陣時我哋可以攞英鎊過嚟頂住依個港元，咁遲少少，我攞咩嘢嚟頂住英鎊咧？嗯，可能有樣嘢嘅喎，係美國聯邦儲備，我出美元俾你，哇，係，就咁啦，嗯，冇機會係嘛？擠提我唔知啊，係。如果你擠提得勁嘅話，將會點啫？嗯，係。係嘛、嗯？我唔知啊呢、這個，因為最主要就是、如果你話而家已經有六個係房地產基金，佢係停止贖回，停止贖回即是好似剛才咁講啫，限你一攞100蚊啫。嗯，係。啊，再其次時會將點？我點知啫？哦，係。總之呢個時候揸金穩陣啦。咁又？好多樣嘢嘅，你唔係一定揸唔揸得更嘅。突然之間有一個咁嘅行政命令嘅話，美國都試過噶，揸金就犯法要拉你噶。唔係啩？係啊，係係啊。哦，美國從未試過揸槍係犯法嘅。嗯，即係擁有黃金就係犯法。嚇、啊？咪美金啦。嚇、啊！好搞笑咧。係，明白曬，唔該曬，謝謝。好。想重温翻石上手機廊咧，歡迎到 hket.com 嘅短片區。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